我是李，今天玩一下王麦浩的图书馆，开局左右来回走位，十分专业。输出完一波之后，感觉可以回家，然后补一下血量。图书馆其实不要怂啊，同时也要不要怂。也就听到里面有动静，可是这个人迟迟不敢过来，于是心生一计，往远处打两枪。这个人听着我在开枪，就直接摸上来。这局子里就作为一个狗洞制裁者。对面这位兄弟十分喜欢钻狗洞，那我就想再针对一下他，再打两枪。注意听脚步声，卡住第三视角，他又来了，再见。这是这位老弟第二次钻狗洞，也是被子怡第二次送回家。来，故技重施，他又上来了。结果这一波他真的聪明了，直接打提前枪。哎，真有你的呀，小聪明，动走一个。结果没想到他们还在卡。第三人称的图书馆真的是非常多卡视角的，所以子怡也要利用好。里面好像有个靓仔想过来呀，送走送走，光速连点连连，再次带走，感觉现在可以超神呀。来到这里吧，这里是一个天桥。 FLR 打出机关枪的感觉，他不敢了。哎，这个老弟没看到我，玩的是一个游戏吗？直接跳过去还能秀。蓝队离胜利不远了，三连击三连击，有点优秀啊，有时候啊。直接来到对面家门口，没想到这两个人是连体的，结果发现好像对面确实退掉两个人，这把是四打二。确实有时候两个人作战四个人有优势，但由于子怡在这一把，我觉得他们秀不起来。这时候感觉有点吹大了呀，对手掏出了平底锅，同时子怡也掏出了平底锅，直接拍这个近的敌人。喜欢视频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